竹筛棒子是怎么？回家哇！这个好漂亮啊！谢谢七百墨，谢谢小仙女特制礼，感谢你的礼物。那什么鬼？啊，那就是。仙女飞上月那个啊，星空啊，就是飞上月球、月亮那里啊。放在外去讲看看。
后面如果开了就不是，后面如果开了就不是我的声音的问题，是今天这个音乐的问题。你知道平常我放超大声，我自己听都超大声，我现在拉到底，我听了还是像那个感觉像没有放一样。表情好多，那叫做丰富的那个。谢谢喜欢。今天不搓人了，今天搓人好麻烦，乱七八糟的。今天搓人都一直给我跑那个 VIP， 整个不用搓。会唱老歌吗？会啊，可是你要看的是什么老歌。我们接下来放邓紫棋的《爱你》，谢谢分享直播。只有今天，昨天后面就有了，只是今天是每一个我点每一个人几乎都要先给我跑那个 VIP， 我还要再，然后我就再按回去。谢谢10355144的南瓜贝贝，谢谢你的礼物哟。
他以为我是玩家吗？不能关，那就是他自动跑出来的。或者你要听首老歌？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一个女人的心被偷了。